秀岭寒风，不及得青泽秀吉人，突然要问几声，这条我国灵山的狼鸟缓缓而来。同时间，要都激烈不明。王仙母莫有天罪，将有天爱笑从容。妖龙不息何用成就，莫看足是心文中。事不如今，前来结束多谢团水人。金龙金龙，李将校当兵清理，蒙王庙中出现的狼鸟是谁？叶秀才不出菩提街，能顺利完成救世任务吗？英雄球衣快速度又会救枪，引领及时阻止未来的机变吗？天机会妖火，弓箭对妖刀，又是什么极端的结果呢？红人都只有七千归位可怕，不义都性命犹如红中战旗。一代独强，将如何面对顶顶的灾劫呢？七千加薪的天天金融，有什么令人意外改变呢？极端的剧情，极端的变化，用第一连串精彩结构，这部出色我们的部的戏，霹雳一说之勇夺霸业第39集，如红雷。